要上，我就跟他照片，给他。
Să vă mulțumim.
Oh,
的党会法王的单身一个法会，在台北
那怎么可能能够学这样的一个法脉，能够得到这个加持？
然后这个是我们真正正式，四皈依里面，首先皈依上师，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和这个法脉的那种传承留下来的精神是非常难以可贵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回去呢，身边有职工的弟子，没有今这次今年没有来参与的话呢，那非常严肃的告诉他们呢，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些话。 那祝大家新的今年呢，身体健康，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就不需要讲多了，那已经所有的对不起已经讲很多了，就只是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信众。 在这么多的匆忙的时间里面找出来，为一个结一个善缘，托一个造福吉祥师公的这个日期来结一个善缘，我觉得是一个这么很大的因缘，做一个善缘。这时候这么多的一个出家众，很特别感谢这一次举办大会，觉得有些可以这样子接着下去，做这么圆满，在什么日不歇，二日不歇，在所有的。 在这里的天国跟所有的喇嘛来找一个时间来这里，结我们所有的众生结一个善缘的一个时间。再我们讲说，现在我们讲说，末法时代里面找出来一个善缘的时间是真的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现在呢，就要托一些善缘，才可以做一些真正的善事。这个时候，像教主今天说的，一些法会，托一些供修来。 再结一个善缘给我们那个福报，没有的话，就自己是这种末法时代里面忙来忙去，没有时间再做善事的感觉。就是希望大家每一年在这个托这个教主节师父法会，每一年可以找自己时间来。我觉得这个法会参加每一年参加来自己找一个时间的话，我觉得很好，对我们所有的众生，特别是在台湾的地区的一些帮助很大。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今天的代表们，那么多人不进去，我当中，我们不进去，身体的不进去，那么从不会被，就是当家里面的弟弟姐姐，上班了，这些这些需要，那么我的这些代表们，从我们上班了，这些给他们都需要一。 那个，我们最后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印度的高级佛学院里面的其中一个天博，那今年非常的来这里，然后呢，就说在座的南州仁波切、彭曼陀切、曲威仁波切，还有以及各位的那个法师，还有信众，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做，除了我们中国本地人呢，所有的国家的，有的，其中我们中国有的说，多国家的，你们就把你们送进国家的，现在我们做，现在就是说，这个呀，这种的呀，现在那么注意跟那么多，根据那么我就做了，现在工作结果结束出来，经常做什么了的呢？ 就接班接班呢，了不得的，需要给接班上班的。那俺呢，可能前面这里啊，另外同个家呢，这边我们去工作了，家里也搞搞穷，俺们屋里也接班上不起了，穷酸。那大家当俺们说，上班了也穷得很，就这点啥的，叔叔、妈妈当叔叔、姨爸这里啊。 那老外怎么讲的呀？到哪等这国际国家的，一直做交流的。那个天博讲说，每个传承、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创办者，然后呢，这个创办的这个领袖，然后我们，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教主今天宣布就是我们的这个创办以及我们的这个领袖，然后呢。 对于他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出生的节日呢，能够大家这个播出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时间，能够在这边一起
秀这个出山的爬是非常难得，然后同时呢通过他自己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因为第一次来台湾，然后在我们台中呢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教主基督徒的这个纪念法会呢，他也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对于一个宗派系列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呢，要尊重自己的这个主师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他就跟我这个家长在问题，但在家里啊，他家长出去苏州把家母介绍过去讲什么教堂，你家母中长都去讲什么教那么你的。在咱这边，俺们就光在为看忙活的呢，就跟各地的学校忙活那里啊，那么就一个。ene tuwong kebo tene mambo yore sakwar tete lama tuwe ku tinto sama lor ya kujingdo chetanga tene tsuwarsono sakwar tete men tuga na lor ya shide dan hinja ene koyo kujingde sama lor ya mi senka uba je kanan pina tano sakwar tene tano jubun koyo ke kyozo tere kasa kare uba tano ne kyozo tese tsak tsuko tano jambo nama yin tuje kare tano sakwar tene desho pe tuwe ku ene tanda teme na lor ya tete俺们说唱嘛，给吧给吧，那么就是那么写药的，等待收给吧给给。俺那么多人不去，不忙不去做，生意点点不去做，俺那准备准备不去做。你困难别给他，俺们从中国就点吧点呀。我那上那个土豪家就不写，那温州那点，讲的吧的，希腊给吧上不当。俺那上面去给解释一两趟，苦苦我吃我吧给给你给那趟吃我。那天波讲说，虽然天波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那可是他就算来第一次呢到了台湾，可是他让他感受到就是在台湾的这个信众的一个虔诚以及这个和平，然后这个对佛法的用心，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有。那个我们上面的我们这几位的母亲呢，也能在台湾这样的那个弘扬一生，那大家呢应该也是应该意思就是说要好好的追随，好好的这个认真的学习。那。他做我这个上届的这么些年的，这那么多的机会的嘛，如果见那么机会的嘛，那看不到主公那么机会来的了嘛？这上届的这么些年的没人我来讲呀，那让你他把这东西全部透过就怎么了？上面我俩两件有吧？这刚他搞的那样子，缺货的主公感觉里面的一张，那主公感觉的那么些的你，是那么这种样是那么一样？当然，他们不上进，恐怕都要留在家乡家他们的，有地方就来。真正用的，因为让的点把定义了，当然了，一切就过来。因为杨树那边呢，现在人们不一样，因为现在就政治党们不话的了，这个，那当刚家的怎么了？那说，点把十年的，今朝十年他们就到哪里啊？你送就这么了，你提供了，然后你们呢，多少工种，叫我老婆姐姐又同意了。那俺做，你再送你婆婆，等把这么没问题，你给上级也报告给，如果在家乡家当把有的，你在当那的一些工人，你们是年我刚得到你们就往那属于。然后听我讲说，我们这个弘扬这个正法呢，也不是只有。仁波切还有天波还有那个法师，不是只有我们光是我们的这个任务，这个佛法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呢，为离苦得乐而要去学习的一个道路，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传承的，对于这种传承的殊胜的这种跟到国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法脉上呢，更应该要
精进以及更应该要认真的去学习的话呢，我们呢就不用外面求解脱，在自己的这个法脉里面就有殊胜的这个佛法，够让你们可以解脱轮回。然后呢，希望天伯希望你们呢未来的这个修行道路上更加的去珍惜，更加的认真。ne da tu și la mata de doua la la poate recușia de la ne tanda ta mate mara do sanga ki chu ni ne ma ki yo re che da ga wang kor sa mo ti ji yu de zang ba la tam che de la le yo re ne che na lu de na lo la ta mara do na ma ju ge ko ne bo chen na ma cho ku be cho zo ka la du la ga la ma ma bo yo re ne de zo sa ma lo ya wang kor ke la lo ku de ba yo re na be chu na lo ya lōmē kī tēpā tāngā, lāmē kī chāngsī nīpa tē, mīt mērōngā kī tēpā tē yīndū tāpā lā, nē lōmē kī mōnē lāmā lā yā tēpā tāngā, tāṁsē kī māngā bā tāngā, lāmē mōnē lāmā lā yā chāngsī kī yā, tēpā māndōrō bā tē kōyā tē, kē chī mō shī bō tē kē, nē tē tāmē kē, tā tēmē nā lō nā tō jūgū kē yū kē, chō tō kā tāngā, jū Kepa tamse kei chenpo yidu, nyingi mo ne kei chenpo shiwojik zene to kochiwa naa se ne shuji che dan, en teri tujen chepa nyan di kodei jingye chunpi shubu jincho, ene miksi ki nyingi tabo ne tuji che shuji yi, ene tetan derwe go ne, en chiranzo tsama teri ta kungsing dan tabdu ne cho jiya ke kewa sambo shiwojik ke maranzo de kewa momi le ke zomto ba te shirako wo jungsong Ichirāzu tsāmālo tūtsu tōng pēwāng tēlā yā Nyīng tāpā nē tāshī tēlē tā tūshī chē shūjī nī Tsāmā mī tōpō tūshī chē tāshī tēlē Hāo tēmbō yī kāng tō Zāi wē jīngāng chēng lī mēn Tūshī tūshī jāng jō dē shī sāmā yē jē Rāho nā jī bēnā zāi Tāwān yō hēn tō dē Bū gān shī wēn dē chuān chēng yā hō Jī tā dē chuān chēng yā hō 你们都会能够接到这些的殊胜法脉以及灌顶的这个机缘，所以在于这个金刚乘来说呢，我们不管是作为师父的也好，不管是作为弟子的也好，大家共同能够好好的那个守护这个三曼也戒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呢，是建立在上师的这种慈爱跟弟子的信心的这个基础上面呢，能够建立这个三门眼界。所以呢，对于弟子来说的话呢，这个信心非常重要。然后对于师父们来说的话呢，也是那个慈爱呢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呢就是想说，我特别对这个我们今年的主办单位，全面摩切，那也是对他呢表示非常的感谢。然后同时呢，大家呢也是。难得播出这个时间来这边呢，他也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赞叹你们，然后最后发起充满，然后呢吉祥如意。谢谢共同工作的齐老师。大家阿弥陀佛。首先呢，我请代表这一次第七届智光巴教主法会纪念法会，然后呢，我是这个执行单位，所以呢，承蒙我们的这个智光巴局的总会，交给我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任务，然后呢，我是战战兢兢，然后呢，非常的这个虔诚，而且战战兢兢的心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但是呢，最后克服一切的这个障碍，最后呢，今天大家能够相聚在这里，能够累积365天一年当中，然后呢，365天当中的其中的一天播出来，在这边相聚，然后呢，能够聚集在一起，上供三宝啊，这个三根本。下师这个所有的六道众生，
感谢大家，阿弥陀佛。那最后呢，这个我们有太多的话讲，那讲多了呢，时间可能不够，所以呢，总共请感谢大家，各个感谢，再个感谢，感谢用这一万的，这一万的心来感谢大家，你当来参加这款的修行呢，你帮我发挥，感谢大家，谢谢阿弥陀佛。